适合幼儿修蹄子吧。妈妈，你给我个四五十亩地，我给你加点儿的，妈妈，咱们行吧？是这吧？那一天让谁该种的地啊？我说一天应该买不种，八百不种地的，那会儿俺不是把屯子，嗯，找600块钱，我问你有多少地，我给他倒了算了。给你加多点，加多点，这吧？去吧，晚上的。一下雨就淹，一下雨就淹了。我回快点点。呀，收收收了。倒好倒好。老往那铲，今天倒着了。开了个肉店，它干了。哎，那一块儿。好嘞，好嘞，别动啊！哟。腿疼是吧？用啊！看这干成嘛了？那时候咱们去，这是新疆驴吧，师傅？这在这矿里是嘛了？还不是这样卖的？啊，好嘞，有的。鱼不到，这车里要吧，卖吧，要卖，他要，给这吃了疼，咱不抹油，也不抹口红，他妈好了的。得眼了就买，不得眼就散了。他要马车、木头车、铁车啊？还是他那个车一个？有马车，还是他那个车？转转转，鱼鱼，嗯，还是他那个车。我卖的，卖嘛了？倒了？我卖了他，我这俩不耍了。那大家下个驴，就下，明儿就下吧。不是，后边你也下不了。鱼，走。他还没丢过来，先把鸡蛋，走啊！怎么又给你打倒了？好，这小子还能啊？鱼，我你看这鱼，老母驴，鱼，老不是老叫驴，老母驴，有叫驴吗？没有，是个老女驴。鱼，
这我这箍了，你帮帮，快点帮帮。六哥，喂，刚喂几个好几个月。吃的好了。没点啊。六哥。是鸭脸嘴儿。